一句话能够说得合一，能够引人注目并且产生共鸣，主要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。第一，简短明了。一句话要想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共鸣，必须要具备简短明了的特点。简单的语言，简明了的表达，能够让人迅速理解和记忆，并在短时间内产生共鸣。第二，言简意赅。一句话要想产生共鸣，必须要抓住核心要点，言简意赅的表达方式能够突出关键点，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，同时也更容易被记住。第三，富有表现力。一句话如果能够富有表现力，就能够更加生动有趣地表达出其意义，从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共鸣。第四，富有内涵。一句话如果有一定的深度和内涵，就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共鸣。如果一句话只是表面上的空洞说辞，就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关注。因此，一句话要想说的合一，就需要具备简短明了、言简意赅、富有表现力和富有内涵等特点，这样才能让人们更容易接受、理解和记忆，并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此外，一句话能够说的合一，还需要考虑到受众和情境的影响。首先，受众的影响。受众是一句话产生共鸣的关键因素之一，因为不同的人群对同一句话的理解和反应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，因此一句话要想说的合宜，就需要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和背景，并适当调整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，以便更好地传达信息和引发共鸣。其次，情境的影响。一句话的表达方式和意义也会受到情境的影响，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，因此在表达一句话时需要考虑到当前的情境，包括时间、地点、氛围等因素，并根据情境的不同适当调整语言和表达方式。综上所述，一句话能够说得合宜，需要具备简短明了、言简意赅、富有表现力和富有内涵等特点，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受众和情境的影响。只有在这些方面做到恰到好处，才能让一句话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像金苹果在银王子里一样独树一帜。此外，一句话能够说的合宜，还需要考虑到它所表达的内容是否真实可信。如果一句话表达的内容是虚假的或者没有实际意义，即使它说的再好听再动人，也很难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关注。因此在表达一句话时，需要确保它所表达的内容真实可信，并且符合大众的价值观和观念。此外，一句话要想说的合宜，还需要考虑到语言的运用和表达的技巧。例如，通过使用比喻、对比、排比等修辞手法，能够更好地表达出句子的意义和情感，从而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关注。最后，一句话能否说的合宜，还与表达者的能力和信心有关。表达者需要具备自信、清晰的思路、恰当的语言运用和优秀的表达能力，才能够让一句话说得恰如其分，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关注。综上所述，一句话要想说的合宜，需要考虑到多个方面的因素，包括语言的表达和运用、受众和情境的影响、内容的真实可信以及表达者的能力和信心等。只有在这些方面做到恰到好处，才能让一句话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产生真正的影响。